我们继续去年，有数次打破破格电池的世界纪录之后，今年的1月份，我们又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破格电池转换效率的记录，它是24.06%，这个在业内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成绩。我们根据韩国市场，客户喜欢高效率。 土地使用面积有限的这个特点，我们推出了一款非常高效的一款双面的半片 PERC 产品。这次呢，我们展会上也重点进行了一个展示，就是这一款。我们这款呢产品的特点，最主要是针对。 土地有限，我们追求最高 LCOE 特色的客户来推出的。它最主要的是，不光单面的正面的发电效率是和我们通常 PERC 产品一样，它背面还能根据不同的设置条件贡献8%到10%以上的额外的一个发电，这样子对我们的客户的。 降低每度电成本，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。啊，隆基参加这个大邱展会已经有很多年了，今年的展会是我参加这个情况之来，人数最多，受到关注度最高的一届。从现在开始，会大力发展。 光伏市场的这个大的环境，我相信是分不开的。当然了，隆基推出的产品是针对韩国市场的高效需求，这么样一个产品，所以呢，这次展会我们也受到了很多客户，包括业内人士的一个关注。在这里我也想，代表隆基要谢谢韩国的。 业内的朋友，包括我们的客户，包括我们的同行，希望隆基有机会在韩国光伏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时代当中，我们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个力量。谢谢。